接上一个视频教大家做一下时下年轻人最喜欢吃的奶酪棒，上个视频教大家做的合成燕窝啊，还搞里头来一罐过期牛奶，嘿嘿嘿，哎呦妈，这小色一下上来了啊，临期芝士搞里头，奶酪香精我就不放了啊，来两块奶酪，白砂糖多来点，要不能爱吃吗，齁甜呐，开始加热，来一勺海克斯科技卡辣椒，搅拌久远，咔咔咔咔一顿搅啊，用你飞哥单身30年的手速，熬厉害，干嘛去了，趁热加入雪糕模具里面，哎呀妈，这像奶豆腐似的，这谁受得了啊哥们儿，放在冰箱里冷冻，来冻好脱膜，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哥们儿，哎呀妈真好哎，哎呀妈呀，挺散活啊，只有你们想不到的，没有飞哥做不到的，搂了兄弟们，哎呀妈，口感老细腻了，真是感觉我忘了我乳糖不耐受。